启言，快快快！怎么了吗？你记不记得，青青小时候有个钢琴教师，他叫什么来着？我想不起来了。啊、你说那个女大学生？哦，对对对，她后来到哪去了？她就是曼青。我见到裴景清了。啊、哦，是吗？他怎么样？我就是随口一问。我和裴景清啊，就是露水姻缘而已。他把我整成他的前女友，就是图我这张脸，而我呢，图他有权有势。能帮我搞死季安阳而已，没什么好舍不得的。你能想开就好。好不容易失而复得，不能再让你受伤了。不过，你知不知道真正的曼青是谁？知道啊。不就是裴景清前女友吗？那真正的曼青是你以前的钢琴老师，你还记不记得？我为什么不记得钢琴老师的事情了？自从你妈妈自杀以后，你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，我一度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。但后来你慢慢好起来，可以前的事情都想不起来了。想不起来，哥，哥，哥，你放我出去好吗？你让我出去。你要去见他？没有，我只是不想再陪顾大大玩囚禁游戏了。如果他觉得我有罪，他可以去报警。Thank you.
是妈妈吗？你妈妈自杀了，永远离开我们了。没关系，你还有哥哥呢。叫我曼奇，我不是曼奇，我不是他。怎么了？你之前说让我体会生不如死的感受，不是在骗我，是不是？你也不是为了得到故事，才帮我复仇，才来救我。你在下一盘棋，我是你的棋子，也是你的弃子，也是你的复仇对象之一，对吗？不是不是，你怎么了？不是这样的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那场车祸也是对。车祸不是啊，车祸跟我没有关系，那车祸纯属一个意外。我全都记起来了。这个废弃的剧场就是我妈妈的终点，她在那里自杀了。而当我赶到的时候，这里只剩一具尸体。你的曼青去哪里了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裴景清，我们到此为止。何曼青其实从大学毕业就准备结婚了。这什么？你可以来陪侍啊！我可不想依靠任何人，尤其是你。
他们打着私人助理的名头，其实就是让你给人家青青当钢琴老师嘛。那又没关系，做特助本来就是要兼容这些工作的呀。行吧，那你去试一个月吧。其实你已经很优秀了，不需要用那么多的履历来证明自己。我送你个东西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我给你戴上。就是怕你太优秀了，到时候把我甩了，所以从今天开始呢，就套住你。喂，下班了，我去接你。锦清，顾家有问题。万青老师，你在这干嘛？听师傅那天，我妈妈在剧场里自杀了，我昏迷了很久。你知不知道我得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，所以忘记了很多事。但现在想起来，事发当天我确实没有见过曼青。那他项链怎么在剧场？只有一种可能，他去找我妈妈。所以你妈妈的自杀另有隐情，那曼青去了，把人灭口了，是吧？那既然我们都有同一个目的，我希望可以暂时联手，我说只是暂时的。我今天在剧场还看到了一个不应该在那里的人。顾总，是不是顾总来了？顾总，杰哥，顾总，杰哥，是杰哥吗？杰哥，我已经按你说的做了，陷害曼青了，我求你放我走，我求你，你不要把我关在这里，我求求你了。不能跟我回去吗？在顾启言心中，我们俩已经闹掰了。那与其现在和你回去，我还不如自己在这里待一待，静一静。你自己把它带上，这样我好安心。
风醒着，下不完的雨，下不完的雨不停。交织在一起，我的心沉溺。今天有人来过吗？没有。顾总，我什么时候能出去？快了。你在哪儿呢？出去玩也不知道开手机。你知道我担心你每天打几十个电话给你吗？对不起啊，手机坏了。换差不多了吧？回家的时候跟我说，我去接你。嗯，好。早点休息。晚安。哥哥，让我来看看你的真面目吧。顾夫人，这是给您准备的礼物。你自己出去玩，给我带礼物干什么呀？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一点小心意罢了。都怪那个柳妍妍，她到我这儿告完状，就借了一笔钱，玩消失了。柳妍妍呢，是和我有工作上的恩怨。所以这样说起来啊，
还是我连累了顾夫人？曼青小姐，我听我们启言说，你上大学是在国外，是哪所大学啊？我呢，是在普林斯顿读的哲学，跟财经啊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你老家在哪儿啊？我是本地人，不过呢，从小去了外地之后，对这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印象。什么印象？我有时候会做一个梦，梦见我在大海里飘着，透过海水，我隐隐约约的看到一个废弃的剧场。什么剧场？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好意思，冒昧了。谢谢。万青，以后在妈面前就不要提剧场的事了。啊，知道了。你考虑怎么样了？可不可以接受我？你说的对，既然我们现在不是兄妹了，在一起为什么不可以呢？万青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你也早点休息，衣服还你。喂。裴景清很可能在利用曼青调查当年我们家的事情。你怎么知道？总之，你按兵不动就是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